好开始。你有在录吗？现在才开哈。我的。好，开始，你也开始，好走。小热身。有点挤。你不先热身呢，喂？安全帽没扣好哦。好恐怖！我的帽，我觉得很恐怖哎。你是说要适应会滑滑的吗？啊？会滑滑的吗？什么东西会滑滑？雪很滑。哇，要哪里恐怖？你后面要走了吗？猫要走了吗？你不要撞我！太恐怖了！要扶你吗？不习惯移动的感觉，嗯，但其实很慢。前面有人自打，嗯，其实这中间一路都不要停的话，维持原速度就好了。突然刹车，好，再过来，空间他这里，还好吗？慢慢习惯。很缓啊，你就直直前进吧。
你挡住那个人了。你是不敢直返是吗？我想要去脚杆耶，哼，我想要去脚杆，就慢慢抓。直的向下啊，直的直的直的向下，直的直的，不要怕不要怕。不是啊，就是我自己的身体的好像比较有样的，好，你就走，你就走，我在你后面，这样就好一点了吧？是石头哦，我也岔到一下，
很酸吗？没有，我想到我忘记开那个 check in。check in。对啊，我要 check in。啊，天哪！怎样？脚很酸？脚很酸。已经酸了。是小腿酸。那就蹲太低啊。我们的话啦。控制这个板子都用小腿，然后脚，回去要剪指甲，那个大拇指不要。Check in， 看到吗？耶、yeah ！没有啊，没有，这里很好拍啊。Yeah， 我站上板子了，耶、yeah ！好，等一下，我在拍。真的变初学者哎、欸，我就觉得，哦天哪、啊，怎么这么恐怖？我不会动。好，来。比较好哎、欸，的感觉。我走你后面，
己吓到。开了。会开哦，白顶会开哦。他拆了。他觉得不够了，要他冲。还好吗？啊？要吃了，还没有。就去做一次那个，然后接着，这样还要再做一次拱多劳才可以来吃。为什么那里不能滑过啊？可以啊，那我们一直走走走，走到雾冰平台，滑那个龙之背，接着再切过来一条黑线。啊？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没事。为什么要走的？吓自己啊，就知道。对，我想也是自己吓到。还好，走到那边。你要走的？你要走的？啊，会不会屁股 会更痛？不会，那就好。当然，中午就是要吃这间小屋，很可爱，吃咖喱的，很好吃。好吃就咖喱呀、啊，就咖喱。以前是我们教练带我们来吃，就觉得哇，这间店好可爱哦，东西还可以。
个凹下去的沟，我先闪掉，后来想想好像也没什么好怕的，因为很浅啊。没有，它挖的蛮深的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管多啦。Express 啊。
不然也都粉的，真的不是擦，因为你要有新的盖上去才行。我就没有新的，这里就是旧的，一直被风吹，然后一直粉，一直吹。还有下雪的机会吗？最近没有，就昨天而已。啊，就昨天而已。啊？这里就变成实在的训练。超实在的，我好害怕哦。而且我等一下还要下这个 lift， 好恐怖哦。是绿线的，那是从头到尾一直线滑下。不是，他说下 lift， 往前滑。等一下下这个 lift， 我就原版的不知道为什么都很紧张。应该是还没忘记了下面会动的感觉。其实下面会动，就让它动啊，就动啊，就动啊，一秒五公分而已。动很慢，其实这是你觉得很理论上都可以，但你在心理层面就很难了。没有啊，就是你忘记了当初你这个动是没有在管的，可以边动边穿鞋子，搞不好都行。哦，当初、嗯、对你自己忘记了，就是都忘记了、哦，三年呢、欸，三年，好恐怖哦，怎么变那么恐怖？好笑哦，我觉得很好笑。这里没开啦，嗯，所以下车。要保持速度，横滑很远，有个绿绿的弯过去。真的假的？又是绿线，那个要滑很远的。不然你用走的、啊。那不然还是就再坐一次广州佬滑下来。啊？你也要这个滑完才再坐广州佬、啊。你说这坐滑完都不知道几分了，是？这个滑完差不多，这个滑到路过餐厅就可以去吃了。我认为。对，我也搞很久。哦，没理哦。这是修理的练习坡啊，这里他只带我们练过一次，他大部分带去刚刚那个有交叉口的地方，等一下我们会走那。好，我的 Rodaco 怎么一直起步，真讨厌。嗯，你的鼻子的气有跑进去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子，把口罩往下拉就。你要纸巾吗？带纸巾，这里还风还蛮强的，我的血管感受到了压力。这里还有草，哦，嗯、对，刚还有石头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是石头。对啊，他吓了一跳，我也跟着吓一跳。是、嗯、这边围起来了。以前我们是下来滑这个的。但是我看那雪道介绍，他说这里是非压雪，平常就是啊。但是我记得我们之前滑这里是压雪道啊，就觉得很奇怪。我感受到风力吗？有，正前方风力。哦，好恐怖哦！你这样恐怖？对啊，我觉得口罩都被我弄湿。我们等一下下车快逃。会被我弄到，我可能会跌倒。我千万不要这么说，就站好就好了。这里有开、欸，这里有开、欸。哦，有开。但是因为我们要去吃别的，所以要横着滑。好了，好恐怖哦！往右前方，我下来之后很不滑，很平，所以我们要推走了。自己走掉。
对啊。等你想起来。哦，走了，走了。好。不滑，你等一下会嫌，你等一下会嫌不能前进，所以你一起来就直板。直板。真的。好啦，知道了。会动不了，会动不了。这直走啊。会动不了。弯什么？它在弯就是在刹，可以让它变车。Ha ha ha!
近啦。对啊，这边去还至少比较上面耶。Do you know?